Okay. Are you done now?今天呢，我们要续上一集的进度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解到哪里，他要实现动物的愿望，耶！那我们解完了，先解每日挑战好了。来，今天这集的重点，阿波罗，耶！我们认识一个宝可，我们认识一个角色了，差点讲成宝可梦。哎呀！我们先把动物的任务给解一解啊。Yes。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个物品的收集，然后提升你的露营者的 level。你可以解开更多的一些道具，那就一直弄下去。然后他们会越来越贪心哦。你看哦，观众们，你看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哦。像是你看他现在要太过分了啦，他现在要蜻蜓，也要凤蝶，也要虫子。好笑欸，嘿嘿，真的好笑欸。然后我的号码是几号啊？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加啊，我们只能看推荐玩家而已啊。我们去一些中文玩家的那个里面好了。欸，其实我不想进去欸，我就直接怎么讲啊？我们就直接看他的图片就好了，你们知道他家长怎么样子啦，对不对？欸，所以很有趣耶，他可以拍自己的家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看老鹰的一些状态。欸，所以刚好里面也有老鹰啊，你今天不是要讲老鹰？是啊，但是我觉得，这戏真的很可爱呀。欸，等一下，乱掉了，乱掉了，老鹰。老鹰它是算是什么动物哈？所以你们不要用到图鉴喽。那耶，我们认识阿波罗了哦。好的，拜拜，今天就这样。